海保署署长陆小云亲自带领46名潜海战将下水近海，并串联24处近海前哨站，在全国20处海域同步进行近海活动，总计动员全国潜海战将272名，清除海废超过450公斤。这个其实是今天的成果。那目前台湾有38家的潜哨站，那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加入潜哨站，然后可以透过潜哨站相关的活动去做集章集点，那也让更多爱海的朋友可以一起帮我们守护我们的海洋。解决海洋废弃物的问题需要多管齐下，鼓励大众一同守护海洋，实现海洋保育及资源永续的目标。记者蔡小军，基隆报道。